走吧，采草莓。我都切，哇，这是什么胖胖草？对对对，选大颗的。胖胖草，这个超大。下面的比较不容易被发现，下面有的比较红，因为大家比较少蹲下去。像这颗，像这颗。好，哥哥，来，这个帮忙拿。这边也都很红。挖什么香？因为平常都在扣小金鱼的。就这边，这还要洗，再放下去。需要去压它吗？看你要不要有颗粒，如果不要，后面不要那么多颗粒，可以去压它啊。如果要有颗粒的话，就不用理它，没关系。哦，好，一直搅拌。我想要有颗粒，那就一直搅拌就好了。好，谁要先？好香哦。请问你想搅拌你就跟搅拌，我研究一下。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五粒，我要看一下这个套。这两个，这样可以打。很香。这也好香哦。
要到过来，每一分每一秒，那可以骑在要全到。对，要全到啊。全到。那哥哥你不到啊？没关系，我脚可以吧？我脚，你很会吵。每一粒沙子，每一粒糖都要。你是蚂蚁。干净，弄干净，弄干净。很好，很好。OK， 开始继续讲。不能倒水，有免费的东西就不能倒水。那是装手的，这样子。对。哎呀，颗粒满天飞，每一颗都不可以浪费，每一颗越甜才越好。哎，有香味嘞！你们把口水喷进去。不要掉进去了。我来装下一口，下一个的是你，我要看一下。好，对对对，感觉小小的。每分每秒都要刮干净，这上面也要刮，以后也要刮干净。以后先用这里面，先用这里，可能就满了。好，换我，换我，拿来。哎，你们这样子，你要这样子。好吃。哥哥叫，